has been very fortunate for me. And I think that if you seize whatever opportunities that you have to develop compassion, then that will be very beneficial for yourself and the world, but I'm not saying that you absolutely must do this. I'm not saying that you absolutely must do this, but I think that it is beneficial to do this, and I hope that my own story can serve as an inspiring example and a support for your own aspirations. So now my part is done. Thank you very much.护持中华印经协会，邮政划拨户名中华印经协会，划拨账号1965848219658482，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194788012001194788，护持印证经书、佛书、经幡、结缘品。觉照您的佛性般若，欢迎收看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坚持当得即习定，求彼者应闻此道。平时实修者，首先要去博学多闻，听到的内容就是不断的反复的去思维，再三的考虑。懂了以后，按照秩序来去发挥实践实用的话，这个叫做一个闻思修上会。其实月称著作了《入众论》，它的主要的说的对象《所化经》，从反复的当下一听到空性的声音、众生的痛苦的时候，眼泪夺眶而出，全身汗毛直竖。拥有这种征兆的人是，确实是一个，不同佛种性者。他是一个，是说虽然每一个人，都有佛的种性，但是它有特殊的，比如说以及佛的那个将成佛的能力种子，以及苏醒的这种人，就是比较适合对他宣说了这么甚深的法，空性的道理。那如果我们听了这个空性的义理道理的时候，那不断的去实修实践，慢慢正得初地即喜地，再来就是往修道无学道方向而迁居去实修。经常我们心经里面提到的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咒，还四大明咒、受善咒、受等等咒，能出一切苦，真实不虚。你看这个咒是讲了五个咒，这个五个咒的意思是什么呢？无道。般若波罗蜜多咒是一个出自两道，四大明咒就是加行道，四无上咒就是见道，四无等等咒就是修道，能出一切苦，真实不虚，就是佛道无学道。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最后讲揭谛，揭谛是什么意思？要走，要走，要去这两道，再去加行道，再去见道，再去修道，最后一定要达到菩提萨婆诃。菩提是佛果嘛，
萨婆诃就是一定要证得菩提的果位。那所以一模一样，这里讲的坚持当得即喜地，求彼者应为此道。那我们就是希求解脱者也好，希求佛果者也好，必须要慢慢的去听而思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所以我们学佛是怎么去学？我们盖了一所大楼的时候，先一定要把基地打好，基地坚实坚固，打好了这个，在这个基地上盖起大楼来，那这样的话比较没有什么问题的。没有基地打好，所以呢我们盖起大楼来的话，这个大楼也不稳定嘛。同样的，现在我们的学佛者或者实修者拥有如此这样的一个概念，比如说我不想打基地，我想要盖起大楼来，马上就一直追求说空性是什么，大圆满是什么，大手印是什么，我的境界是什么，阿弥陀佛的国度是什么，一直谈这些的东西。那现实生活当中自己有无能力，就没有去完全去观察，这样的永远都是成不了大事，肯定成不了大事。那这个打地基之后，慢慢就从一层楼开始盖起来了。那我们实修者呢，没有这个概念，我一直追求跳过去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拥有的这些的这种问题都是忽略了，很难证得很好的成果吧。原因是什么？你前提的条件就不具足，前提条件不具足的话，绝对不会产生它的结果了。比如说法称在讲的因缘不具足的情况下就不会产生结果，因缘具足的话产生结果谁也无法答。你如何去实修实践，如何去学佛的无有颠倒的次第心，那大部分人没有这种的。为什么阿底峡尊者修菩提心的前提条件也是他提到了知蒙念而报恩，很多人就是忽略这些东西吧。没有这种的前提条件圆满具足的情况下，你实修实践的话，也许内心产生了种傲慢膨胀，所以呢欺负人家也好，看不起人家也好，那的你的偏见和成见是越来越差。当然是自己不知道还是自以为是，那种的傲慢挣扎的过程当中，那个人的行为就完全扭曲了。日常生活当中把自己的生活的步调也好，身旁的人也好，对他的待人接物，更方面我们一定要安顿好。你能做到这些的东西的话，那就是你基础打好了，这个上面才可以谈说利他之心啊，帮助他人啊，乐于助人啊，还有就是实修慈心跟悲心、大悲心、安忍，这些都是比较适合的。那前面这些的基础没有的话，其实这个很大的问题，知道吗？这个问题依然存在的，打地基一样的，我们开始就慢慢调伏自己情绪，改善，尽量去让自己进步。那你真的是今生过生活当中，不论是怎么样发生任何事情，情绪不会受到任何外在的干扰、左右、动荡、煽动，完全不会受到他人怂恿的时候，这个上面修了慈心、悲心、大悲心、平等是非常适合。那你动不动就恼羞成怒的一个人，这个基础上面修了慈心、悲心是不可能的吧？对不对？你想想看，怎么去修？我们像皈依发心的时候，威力众生愿成佛，对不对？威力众生愿成佛，但是你发心的时候这样说，嘴巴说的，但是行动的时候如何去应对，如何去对待众生，不一样的。看有些众生的时候执着，看有些众生的时候看不起、瞧不起、歧视，看有些众生的时候还是有就是嘲笑，这种的心态，那你就为利众生愿成佛，只是发愿而已啊。
真正的修那个慈心悲心者，远离亲疏爱憎的分别，对于一切众生的平等舍，这个也有很多的道理。从道理上去推理思维的话，你慢慢就能够做得到的。比如说举例来讲，即使不欲误事于人，还是以亲身的感受去替别人着想，我们也会讲一定要有同理心。我们平常口头上讲滔滔不绝，那你要有什么样的心态才也叫做同理心？你一个人的亲身的感受去替别人着想，怎么去替别人着想？嘴巴念的内容就尽量自己能力所及范围内去做。那学习就是一定要学习，原因是什么呢？将要走的路怎么走，有什么样的邪矮的路，我们一定要查清楚，才就是比较安心嘛。玄奘大师去经的过程，他有回来翻译很多的论点，经典和论点他所翻译的大部分都是为识有关的，尤其是我们华人世界的话，为识的想法它的影响比较大的，这个是我们大家都一定要好好去参考一下。为识的无我的话，初性二执是即不跟有不所共同的，没有什么区别的，但是它的法无我，真正的法无我空性的话，为识所讲的所去能去一直空，这个空的空性就是叫做法无我。那为什么这样的分开呢？你想要走升为道，那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第一个，要有希求解脱之心，只有一个希求解脱心，但是达不到的。得到升为独觉解脱果的主要的障碍是什么？烦恼。烦恼是得到解脱主要的障碍，所以呢它叫做一个烦恼障。那如果我们想要得到解脱的话，一定要想尽办法断除烦恼啊。比如说你办了一件事情的时候，中间一些出现了问题的话，你先放下其他的事情，一定要先处理这中间的障碍嘛。如果你没有消除中间障碍的话，你永远达不成。那我们要有烦恼障的概念，烦恼障是什么？站在中观因尘派的立场来讲，当然是我们入众论他的立场来去解释的话，烦恼障就是所有的烦恼及烦恼的种子，这些都是叫做一个烦恼障。烦恼障不一定是心法，烦恼种子不是心法，它是不相异性，但是它也是属于是烦恼障。原因是什么？众生得到解脱的主要的障碍。那如果你想要希求解脱，想要就是得到解脱的时候，先一定要把中间的障碍一定要清楚。那这样的话问题就来了，烦恼障也有不同的很多的种类，贪嗔痴慢疑染无疑染无见六根本烦恼，还有二十随烦恼，种种不同的烦恼。那你看举例来讲，贪贪心的话，那你修包容解决贪心吗？不行啊，不同的心嘛。那你成慧的时候布施有用吗？没有。痴就是愚昧，那么愚痴就是恶我执，它是一个轮回的根本。那你想要断除恶我执的话，那你修慈心悲心就可以断除我执吗？绝对没有这种能力嘛。一定要他的针对者，具有强有力的能力者，就是通达无我的智，才可以解决痴愚痴我执。那你看你得到解脱障碍当中也有不同的很多的种类，唯一一个方法来没办法解决所有一切的障碍，不同的方式来消除不同的障碍。那我修行就是解脱轮回，我就是不能当菩萨，如果我只能当身为独觉的行者，我只为了自己就是追求解脱就可以了，我是比较自私自爱的心太强了，对不对？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你追求解脱轮回就可以了。你不能帮助一切众生，你也不能修大悲心跟菩提心的话，你只能修四无量心，还有希求解脱之心，要有通达空性之，同时要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都要修，不然的话你解决不掉所有不同的烦恼。
身为多觉行者，他能不能修布施波罗蜜多？绝对没有这种能力。反正就是你波罗蜜多这个字加上去，身为多觉没有这种能力的。身为多觉能不能修布施？可以。能不能修布施波罗蜜多？不行。能不能修大悲心？不行。他们能修慈心悲心，这个慈心悲心是无量心当中的慈心悲心，他不能修菩提心。波罗蜜多就达到彼岸的意思，将得到成佛主要的一个因素的阶段，也可以加了一个波罗蜜多。那你看，你争取的就是身为独觉的阿罗汉果，只是解脱果而已。那你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加了一个波罗蜜多，这个是后意义的嘛？那身为独觉的道次第绝对没有不可以加了一个字波罗蜜多这个词，我们就知道了，虽然没有达到就像菩萨那样的修习的程度，还是我们就像是身为独觉那样的，尽自己力所能及去实修身为独觉的道次第，追求解脱也可以的。重点在这地方。那如果你修了解脱道的这个过程，身为独觉的道的过程，如果你不修布施的话，那就是吝啬干扰你，吝啬就不让你得到解脱了，又出现了问题。那你不修精进的话，懒惰又干扰你，不让你追求那个解脱。那你不修安忍的话，又成会干扰到你追求解脱。其实我们远离烦恼障的这个界限，就叫做一个解脱嘛，解脱位。那无依无故远离烦恼不可能的，烦恼跟我们粘在一起的，从无始以来到现在为止，我们个人的烦恼障真的是厉害的，无始以来到现在为止不离不弃陪伴着我们，如影随形的跟着我们。那如果你善的部分不离不弃的陪伴你，如影随形的跟着我们的话，那该有多好。没有的，好的东西追也追不上了，坏的东西永远都是陪伴着你。那所以我们就是完全习惯，就是烦恼的习惯，负面的习惯太强了。比如说举例来讲，对你毫无意义的一些的话讲出来的话，你非常注意力也很那个强，很小心的听，24个小时不睡觉也无所谓的。那有一点好的事情讲，就是上法啊，一些的解脱果啊，这些的话几乎都没有人去看的。以前一个人就是做了一个论点，他上面写我是叛逆佛者。那我问说，你为什么这个写叛逆佛者？他说这个标题是非常好的，你看，你就叛逆佛者的话，这个是负面的词，很多人喜欢去看。如果你说我遵纪佛的话，应该几乎都没有人去看的。那你看这个意味着是什么？其实这些都是我们揭露出来你的一个过患了。其实我们跟随烦恼，跟烦恼做个朋友，如果你带来无数的安详，无数的快乐的话，那佛绝对不会告诉你说一定要远离烦恼。原因什么？烦恼对你有帮助啊，时时时刻都有帮助啊。但是烦恼对人类也好，对众生没有一点帮助的一个情形存在的，永远随时随地都是一个伤害你。六度万恨道次第为什么不同的很多的这种的出现呢？你先告诉自己，我自己内心有具备了这么多的一个不同的烦恼，那我一定要远离吝啬，有什么方式来对治吝啬？我远离嗔恚啊，有什么方式来远离嗔恚？那你想想啊，才有学佛的一个味道，滋味就出现了。这个地方讲到的就是破除四边也可以，破除四身也可以，彼非彼生岂从他。这个里面就是破了自身跟他身，彼非彼生就是他绝对不是依靠他而产生的，我们自己依靠自己身是不可能的。所以呢，第一个是说破除自身，
其从他，其从他就是又绝对不是依靠他而生的，依于他而生的。这句话的意思说，没有自身，又没有他身。那非义共生，非义共生就是，依于自他恶执而生也没有了。自他就是依靠自己跟他恶执而生，结果没有了。那第四，宁无因，但这个是更不用说，宁无因就是无因而产生者，绝对没有的。那我们就是一个一个讲，这个是不简单的。那第一个是我们要破了自身的话，自身是什么样的才叫做自身？其实这个都是一个龙树中观根本汇率当中提到的，它也是在这里破除自身。大来满意，谢来满意，你来满意，即面满意，我刚到刚到有谢完哪有也满意，就是这个中观根本汇率的经说。大来满意，谢来满意，就是不是自身，不是他身，又不是共生，即面满意，就是又不是无因生者。那任何的事物都不会有任何是生任意的，没有，绝对没有的。这个意思说，生者的话，它绝对不是是生任何一种，是生任意的话，那就是有我是存在的，它的概念就是这个。你们现在还是有点纳闷吧，对不对？其实不要怕了，越学越好的，付出的多，下次你如果就是身为一个人的话，那就是更聪明的，一听到就理解的一个人，不像今生的讲了一百遍也还是模糊的。如果你就是累积了很多的知识，不断的去听，不断的去串习，这样的话下世更好的。其实刚才我们前面讲的坚持当得即息地，他的意识也有存在的。为什么他提到了坚持？一步一脚慢慢的就会了，不可能说全部都同时一起。其实自身的这种看法，谁的主张？外道，尤其是外道里面有一种数论派，数论派的看法。他们虽然嘴巴不讲自身，但是意义上来讲，他们所主张的就是自身。他们讲什么呢？他们讲说，任何的结果，它不明显的暗示的情况下，存在于因的当下。如果任何的结果都是不明显的情况下安住于自己因的当下，没有的话，以后结果就不会显现出来，不会出现了。苏论派怎么讲的？先我通俗的话跟大家讲，苏论派说挤牛奶，那挤牛奶的当下，这个奶汁里面有没有输油优格？没有吗？我们的看法没有吗？苏论派说一定有优格，优格存在于就是一个牛奶的当下，没有的话以后绝对不会牛奶变成为优格。所以他的看法就是这个，种子播下去产生苗养的时候，苗养也是不明显的情况下存在于就是一个种子的当下。如果种子的当下没有不明显的苗养的话，以后就不会发芽的。过去的大乘友人他们如何去推理推断，你这样的如此这样的主张就是叫做自身呢？一开始挤牛奶的当下，奶汁里面有优酪乳或者优格或者是一个奶酪等等，那他当时牛奶同时存在的话，那个当下存在的那个是牛奶自己的本质吗？还有另外一个除了牛奶体系或者本质之外的另外一个，那他就找不到了。找不到的时候，那就是除了牛奶乃至自己的本质跟体系之外，没有其他的任何的能量。这样的时候呀，那就是自己的本质啊。后来变成优格的时候，奶酪的时候，也是牛奶的体系嘛。
那所以他依靠自己的体系而产生这，所以这个不是一个自身，对不对？那承认自身者有两个主张，两个是什么呢？第一个，自己依靠自己的体系而生，又有这样的主张的话，这个叫做一个承认自身。第二个，任何的结果不明显存在于因的当下的时候，这样的主张承认的话，这个也是你承认了自身。那简单来讲，乃至的当下，乃烙优格不存在的，那产生了优格乃烙的时候，牛奶就不存在的。因果本来就是这样的关系啊，因的当下果还没有产生，果一旦产生的时候，因就灭了，没有了。那所以这样的一个前后的顺序，那如果他们所说的结果都是存在因的当下的时候，那就怪了。比如说你自己存在于你一开始生者妈妈怀胎的那一个妈妈，现在你存在于怀胎妈妈的那一刻，你现在的你存不存在？你想想看，那苏论派所说的讲的话，那个时候我就不明显还是存在于妈妈的那个怀胎当中啊。那所以现在的你存在于不明显还是在胎里的时候，那你跟妈妈是同时存在吗？你看很多问题存在，你早就已经生了。其实说论派很复杂的，他们也承认了一种种族，种就是种系的种，主宰的主。这是我翻译了，我按照藏文来翻译。讲说论派的主张的时候，还是我们讲一下是比较好的。那种族是什么呢？他们怎么解释种族？他说所有结果都是存在因的当下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所有的结果都有共同的一个因素存在的，这个因素是什么呢？种族。天下的结果跟因都是由他来创造出来的，逻辑上来讲很多不合的地方，如果你学过的话就是就知道了，如果你没有受过逻辑教育的话，你绝对是永远都是醒不过来的。你觉得哇，这个讲得很好，这个世界上这么多的教主，承认世界开创者、万物的造物者，有程许这样的宗派多少？有很多很多，无数的。基督教他们承不承许世界开创者？上帝是我们的开创者，我们是上帝的子女嘛，我们没有什么任何的权利，都是由上帝来安排的。那你看没有那个逻辑性，有点看得出不对的地方，还是不敢不承认。其实我们身为佛教徒，绝对不会不尊敬他人的宗教，绝对不会故意侮辱他们，绝对不是。但是我们学习逻辑性哲学的时候，是的是非的非一定要弄清楚。那你看我们是上帝的子女吗？他的问题在哪里呢？所有人类的共同的一个因素存在是谁？上帝。跟苏论派程序的种族是一样的，苏论派说天下的所有的子女都是由种族来控制，那我们承认上帝的人的话，他们说我们是由上帝来创造出来的，那我们由上帝来创造出来的话，那我们不需要父母啊，为什么依靠父母啊？由上帝创造出来就好了。那由上帝创造出来的话，那上帝没有慈悲吗？创造出来的大部分都是不好啊，过得不好啊，那故意就是创造出来领受痛苦，让我们痛苦，他没有大慈大悲吗？各种都有问题的存在的。如果我们需要依靠父母而生者的话，没有理由说我由谁来创造出来，不需要创造啊。一样的苏律派这个种族，他们就是说所有的因跟缘共同的操控者就是种族，他们也就是怎么去修怎么去解脱，他也提到了，当然是跟我们佛教讲的解脱跟他们讲的解脱不一样，但是他们也承认解脱，他们也承认轮回。那谁来给我让我痛苦呢？他说你痛苦的来源都是种族，就是他，由他来操控让你离所痛苦。如果你想要远离痛苦，